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要进行一个互访爆料的小环节。今天呢，小凯就是我们的代班记者，你们可以趁这个机会给我们爆一下料，就是你们三个之间最想问彼此的问题。因为马上就要中考，初三嘛，所以学习压力是不是特别大 ？No， 我没有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学习好。中考完了之后，你有没有想做的事？有啊，我要出去旅游。如果有时间呢 ？No， 你没有时间。你这个白眼翻上天，千玺，你这么疼你弟弟，你弟弟做什么事情你会很生气？我不会对他有生气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有不能看到的事情的话，就是他穿着鞋上我的床。我问小海，就是你最近有听什么歌，然后听谁的歌？对，我最近听的歌啊，特别高大上，我最近听的是 TFBOYS 的歌，特别棒，特别有感染力。